曾经因为拍戏作息日夜颠倒，加上爱吃美食不忌口，让江宏恩体重一度飙高到90公斤。本来不以为意，但比过去大一号的身形，不仅在工作室遇到厂商私下冷嘲热讽，连健康都受影响。包括自己的年纪也好，自己的工作的时间长，日夜颠倒，那也许再加上当时的肥胖也好，你很容易就是各个身体上的，例如不管是疲累也好啦，或者是那个体力的续航力也好啦，各方面你都会比相同年纪的状态都会来得比较容易疲累，比较容易喘，各方面都会变得老态了不少。至少让我的体重掉的是至少是20到16公斤这个上下再这样子维持，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这么说，就是让我能够这样的更有自信的呈现在所有的朋友的面前，呈现在荧光幕面前，然后从事我的表演，然后这么负责任的跟所有的朋友说，叶树峰带给我的好处，带给我在工作上的帮助，最重要的是带给我的自信。能让江宏恩重拾信心，除了节食与运动，还搭配服用日夜素崩，让49岁的江宏恩从90公斤甩掉20公斤，目前维持70公斤的标准体态。另外，日夜素崩还添加能够帮助睡眠的无味子，提高睡眠品质。专利辣木叶有独特的瘦素，睡眠状态中也能轻松瘦身。帅出新高度的江宏恩，更难得在镜头前对太太真情流露，表现铁汉柔情的一面。非常谢谢我的太太。那他虽然这个会很甜蜜的表达的话，也许说的不多，但是其实我心里都知道。那谢谢你，我会好好爱你。